各位兄弟姊妹早安，今日是圣日，咱要三甲到主面前来敬拜伊。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请咱大家三甲起立，咱要三甲宣召，咱阁要三甲来祈祷。圣经的话安尼讲，恁着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歌唱。要应耶和华歌唱，称颂伊的名，逐日传扬伊的救恩。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该受极大的恶咯，伊就受敬畏，乖个诸神之上。请咱大家人阿头，咱来三甲祈祷。阮感谢听阮的主，予阮阁有一个主日，阮三甲聚集来敬拜的时阵，心灵安静落来，心灵平静的时，叫阮有法能专心、专性、专意、专力、专注力，求主的圣灵伫阮中间来做工，帮助予阮一心的敬拜、喜乐的敬拜，恳求主耶稣基督，阮的救主，用伊的宝血洗清去阮，予阮分别为圣，伫圣所敬拜，敬拜听阮的上帝。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请坐。现在咱要三甲来敬拜主，用圣诗来敬拜主。Thank you.
感谢主，咱通借着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即时咱通借着奉献来敬拜咱的主。马勒基第三章第十节有安尼讲：万军耶和华讲，恁着将着力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予我加温粮。安尼通试试我，是毋是为恁敞开天顶的窗户，克服予恁，甚至无所在通待。这是咱通接着奉献来敬拜咱的上帝。时时刻刻，咱拢做主的良民；时时刻刻，主拢伫咧保守咱。有时拄着危险，有时拄着艰难，有时拄着试炼，总是时时刻刻，主拢伫咧看顾伊的良民。但愿咱也时时刻刻做主的良民。最合主心意的百姓，请咱大家三甲来祈祷。阮亲爱的主，今仔早起到你的面前，你的百姓献上祈求。阮最近听见兄弟姊妹中间有人拄着这个新冠病毒，求主你家己怜悯，求主你帮助。予厝内无别个人，搁去躲着，也帮咱阮主内兄弟姊妹，伫即个恢复个期间，会通得到主加倍个恩待，求主予身躯勇健，予即个免疫力升悬，予阮伫休息个时阵，会通搁较体会到健康是恩典，健康是主所赏赐。宝贵的礼物，为着一寡兄弟姊妹祈祷，因这个鼻塞，这个舌头，拢未经验到过去迄款的滋味，求主你家己怜悯，唔通予因失去胃口，乃是原在有好的胃口，身躯吸收够额的营养。当时阮也想起讲，主你予阮会通披着物件。予阮会通吃着物件，这个也是恩典，这个也是阮的福分。求主你家己施行医治的带领。主，阮也是搁一摆为着其他兄弟姊妹祈祷。阮每一个人拢生活伫三省的一个大环境，伫环境内面有人病了，伫环境的内面有人身顶可能带着这个病毒。家己唔知，也未发作，别人也唔知。求主你家己保守你的百姓平安，保守你的百姓有主家己特别的保守。主，阮也是为着这个长久疫情的这个风影，予阮真多的这个兄弟姊妹伫经济顶面压力愈来愈重。虽然是安尼。当阮看见兄弟姊妹原在对主忠心的时阵，阮心灵也得到鼓励。求主你家己帮咱，在经济压力之下生活的兄弟姊妹，会通得到主你家己的供给。每日的恩典是够额的，正亲像主的话语所加是阮每一日主的怜悯是新的，每一日主的恩典。交易予阮来用，主阮也是为着教会来带导，教会的事工现在拢伫山顶来举行，求主你家己帮助阮，予阮好好抓牢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阮唔爱停止聚会，因为你的话语加是阮讲，阮唔通停止，当阮参加聚会的时阵，阮彼此鼓励，当阮参加聚会的时阵。阮听见圣事所带来的信息，当阮参加聚会的时阵，阮看见查经还是讲道所带来的信息，当阮参加聚会的时阵，
阮听见兄弟姊妹讲出鼓励人的话，互阮心灵得到温暖。阮听见兄弟姊妹开声祈祷的时阵，阮也同心甲伊讲阿门。这个也是阮的祈祷，阮就团结起来了。伫主的面前，家己提醒讲，阮是一挂，阮是一群，阮是主的良民。求主也怜悯，阮中间有一挂人，为着种种的原因，无法能伫山顶面聚会。求主你特别恩待，互因有法能伫电视节目顶面，还是收音机的节目顶面，得到圣言的造就。福音不能停止吸收属灵的营养，因为我们的身躯需要营养，我们的灵魂也需要属灵的美妞。求主你家己供给，感谢主有福音的电视节目，有福音的无线电节目。求主你家己祝福被办在节目主持在节目的兄弟姊妹。我们当时也是为了一些兄弟姊妹参加山顶的聚会，只是用电话，所以很多东西没看到，所以不能像别人吸收那么多，不能像别人享受那么多。总是主得到多少，你就使用多少来坚固人的心。人得到多少，求主就将多少加倍会放在心里。吃到阮家己反复思想真理的话的时阵，互阮通得到30倍、60倍、100倍圣言的修行。今仔日兄弟姊妹，也是伫这个所在参加敬拜，这个是阮的福分。感谢主，阮最近庆祝国外主日、国外节，今仔日国外的主伫阮的中间。当阮祈祷的时阵，阮有把握讲有人伫咧听。当阮祈祷了的时阵，阮在听见的主已经开始伫咧做工，求主甲阮三合伫咧保守阮。现在你的百姓要三合思想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家己的信息想输予阮。主啊，请讲，仆人敬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咱感谢主，今仔日咱阁要继续三甲来思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信息。今仔日要三甲看的呢，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对第27节，对不住，到第36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对第27节到第36节，圣经里面安尼讲。耶稣讲，只是我甲恁听道的人讲，就听恁的仇敌，善待恨恁的人，咒诅恁的，就为因祝福；凌辱恁的，就为因祈祷。有人拍你一边的面，将另外一边也转予伊拍；有人摕你的外衫、念内衫。啊！予伊摕起，按你求的就予伊。有人摕起你的物件，唔通阁要摕倒来。恁愿意人怎啊待恁，恁就应当怎啊待人。如果单爱迄怀疼恁的人，这个有甚物好处呢？做人嘛也是疼怀疼因的人。如果只善待迄怀善待恁的人，迄、那个有甚物好处啊？做人也是会安尼做啊。如果祝福人，阁指望恩人收回，迄、那个有甚物好处呢？做人也祝福做人，要甲如数收回啊。恁着听求得先待因，祝出去，毋通指望偿还，这样恁的想数就大了。恁也必做至乖者的子儿，因为上帝家己啊宽待蒙恩甲歹人，蒙恩的人甲歹人，恁着认主，亲像恁的爸认主一样。这是今仔日咱要三甲查考、三甲思想的经文，
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真简单，该分做两段。咱大先看第一段，就是27节到31节，以后咱再看第二段，就是32节一直到36节。来，第一段27到31，在这个所在，咱看见主发出一个命令。以后呢，在17节、18节，伊就讲到要怎样遵行这个命令。29节到30节，搁再讲要怎样遵行这个命令。31节，搁再讲要怎样遵行这个命令。咱来大声看，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呢？主到底是吩咐咱做什么呢？真明显呢，主是讲什么呢？要听恁的求得，要听恁的求得。这讲到什么呢？要听求得。这个求得是什么款的人呢？这个求得，咱应该要怎样款待伊呢？我落去的经文就一段一段的三格来讲。头一项，咱提醒家己讲，要听求得。以后再落去讲，啊，这个原则是要怎样在日常的生活来遵行呢？这个就大声看17到18节如何遵行听求得的家事。来，27节到28节，安尼讲，先代训练的人，救助恁的，就为伊祝福；领略恁的，就为因祈祷。恁若看在红色的字，讲到什么呢？训练、救助恁、领略恁，三项拢是咱唔爱的物件。咱兼爱达个人混乱，无一个人爱安尼。咱兼爱达个人救助咱。无一个人爱这款，咱兼爱人常常凌辱咱，啊，无一个人爱忍受这款的艰苦。这三项是什么呢？这三项是歹的物件，这三项是三个无好的行为啊。这个是什么呢？无欢喜的人才会做伫咱身顶的代志。换一句话，就是仇敌啦。仇敌是什么呢？伊唔爱你，伊恨你，伊怎话呢？伊咒诅你，伊怎话呢？伊凌辱你。耶稣讲，我咧讲的仇敌就是这款啦。你若曾经捌互人恨，啊，我就是讲迄个讲；你若捌互人咒诅，啊，我就是讲迄个讲；啊，你若捌互人凌辱，我就是咧讲迄个啦，迄个你唔爱的，迄个敌人啦。耶稣讲好了。既然在咧讲什么款的人，啊，咱应该着怎啊？伊就讲什么呢？伊那是恨你，你着善待伊；伊那是咒诅你，你着甲伊祝福；啊，伊那是凌辱你，你应该着推伊几多？耶稣所讲的三项是什么呢？真清楚啊！头一项善待，第二是什么啊？祝福，第三是什么啊？带刀啊，就退伊几刀啊！这三项拢是好的啊。耶稣讲，你的敌人若对你歹，你就对伊好，你就以好赢歹。搁落去呢，讲到什么呢？29节、30节，要怎啊遵行听求敌的原则呢？耶稣继续讲，有人拍你一边的面，将另外一边也转给伊拍，这是讲到什么呢？咱无下手啦，咱无回击啊！伊拍咱一下，咱无拍伊，咱搁在徛伫迄个所在，无下手。第二，耶稣讲什么呢？有人摕你的外衫、念内衫。啊，予伊摕起，古早人有外衫，有内衫。这个外衫到暗暝是做皮，所以暗暝若无外衫会真寒，寒了会唔好，寒久会湿。所以这个外衫是真值钱、真宝贵。所以呢，耶稣讲，人将你的外衫摕起了，就亲像咱欠人钱，
伊讲你外三放伫遮，你去田内做工，趁钱了摕来还，我外三搁还你。啊，总是内衫袂做，甲人摕去，内衫摕去，伊煞无穿衫。耶稣讲啥物呢？伊若将你的外衫摕去啊，你唔通该抢倒来。啊，伊若内衫要摕，咱也煞互伊摕，无保佑啊。搁落去是啥物呢？伊讲，恁求的你就好应，有人摕去你的物件，唔通搁要该摕倒来。这是讲到啥物呢？人将我的物件摕去，啊，我无该求倒来，无该求赏啊。三项的代志。头一项不悔改，第二呢不保佑，第三是什么呢？不求赏。那现在你来看，有什么人会安尼啊？咱一个人，和人嘴边拍一下，咱会怎啊？咱袂讲徛咧遐讲，也佫有一边袂拍，请佫拍，咱袂安尼啊？咱普通去拍一下啊，咱会倒来拍过去，是无？那是讲伊比咱较大，咱无可能对伊。咱至少嘛着将手举起来，保护咱的面，较袂伊第二下来，佫甲咱拍。伊若拍过来，咱嘛该客过去，是无？应该自然的做法是安尼啊。人将咱的衫抢去了，咱会怎啊？赶紧走啊！若无伊第二领衫的，佫甲咱抢啊！那有讲徛咧遐讲啊，内衫要滴，你煞摕去哦。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说人将你的东西拿去了，耶稣说你不要再拿回来。什么啊？我们应该就赶紧去顾他，我都没说要给他，他强强拿去，那个是偷我们的东西，我就去报告警察，我就去报告法庭，这个人偷拿。耶稣说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听不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在耶稣的时代，真多人拄到这款的代志，拄到什么呢？人来就唔会行，该扣留，该问，啊就该拍，啊拍了你阁袂做走哦。这个人有物件，该摕来；这个人有衫，该摕来。伊阁袂做走哦。哪有安尼啊？是的。耶稣咧讲的唔是讲普通的贼啊，普通的贼来甲咱抢一样物件，咱若会走的，咱赶紧走；咱若有可能对伊，咱赶紧对；咱若有可能藏唔好伊，咱尽量藏，是无？啊，咱若讲也够有力，咱甲伊抢啊，是无？对贼是安尼啊。总是伫耶稣时代，真侪人拄到是另外一款的人，是啥物呢？是罗马兵啊。是罗马政府的官，伊唔是咧甲你偷啊，伊是甲你没收啊 ，not stealing but confiscating， 因为伊是政府啊，伊是法律啊，伊讲你袂做行，你就煞着停啊，啊伊甲你讲话，你讲讲了，伊听无欢喜，甲你限制下，你着阁徛咧继续听，继续可以问话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在圣地里面的居民真正受气罗马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应该是在听候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来统治我们。您知不敬畏上帝的人，拜偶像的人，还会做来管我们，你的兵还会做来欺负我们，你的官员还有可能来欺负我们啊。真受气这款的人。耶稣说到什么呢？他若给你拍，你不能下手，他若要拍，我们可以拍，他若拿你的外衫，我们不用跟他抢，他若要拿我们的内衫，我们也不跟他抢，他若抢你的东西，你免想讲要去告摕倒来，免，总是你着听你的敌人。耶稣阁落去讲啥物呢？阁有一项要怎啊行？啥物呢？耶稣讲：恁愿意人怎啊待恁，恁就应该怎啊待恁；恁爱人怎啊款待恁，恁就着怎啊
犹太人，这句话咱常常听见。不但耶稣讲这句话，有别人也讲差不多相同的话。比如讲，在论语内面记录什么呢？有一摆子贡问先生孔子讲：“有一言，你忠心可以行之者何？”孔子回答什么呢？己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唔爱嘅物件，你唔爱嘅代志，唔通拄去给别人。你若唔爱食歹货，你唔通叫别人去食歹货。你若唔爱唔好，唔通叫别人去唔好。孔子是安尼讲，歹货唔通好人。耶稣是讲什么呢？好货就好人，是更加节约的一个教导。所以这我们看到耶稣说，凡事都要大人如己。你爱的就是我自己说，你就给别人。你爱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咯。你爱人尊敬你，你就尊敬他咯。你爱人听你，你就听伊咯。所以凡事就大人，亲像迄个人是你家己，凡事拢就大人如己。这三段，咱来看第一段甲第二段有啥物无同。第一段讲到三项：先代祝福带道；第二段讲到啥物呢？不悔改、不保佑、不求赏。你看这两个有啥物无同啊？是的。头一项是讲到什么呢？咱应该要做的。第二是讲到什么呢？咱应该唔通做的。耶稣两方面拢讲，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先代祝福带道，这是什么啊？对伊好啊，这是行善有人，在人身顶做好。第二是什么呢？伊讲唔通下手。免甲伊抢，免求要赔偿，这是讲到什么呢？唔通甲伊冤家啦，唔通甲伊争啦，唔通甲伊吵啦，是迄个意思。换一句话讲，我互你欺负，我无多欺负你；我互你咒诅，我无多咒诅你；我互你虐待。我无安尼做，即个是讲到唔通做嘅代志。六项：先代祝福带道，不悔改、不保佑、不求赏。你嘅意思听敌人就真啊？这六项哦，无我敌人想真侪办法咧对付我，唔是真啊？这几项呢？哦，有影呢？唔是真啊？这六项。就是因为不是真的这六项，所以耶稣又加了最后一句，凡事都要大人如己。无论什么代志，你将它当作是你家己，你爱人怎样款待你，你就安尼款待伊。在耶稣的时代，立碑的架势是什么呢？就听你的厝边，就恨你的敌人。听厝边，因为厝边是家己人，咱知影，确实，咱爱徛的所在呢，是甲咱相同的人的所在。所以咱若去到世界一寡所在，伊讲哦，这区是贵族区，这是真有钱的人咧徛的所在，因徛做一个。哦，这个是平民区，哦，这是经济情况差不多相同的人徛做一个。哦，这个叫做 Chinatown， 哦，这个叫做。India Town， 哦，顶摆即个 New York Quincy 所在叫做 Italian Town， 后来叫做 Korean Town， 哦，就是讲因在沙场的人常常会爱做一个。耶稣讲，立碑假是讲，要听厝边亲像家己是指什么人啊？犹太人听犹太人，是迄个意思啦。哦，要恨你的敌人，就出来欺负犹太人的讲。我就是敌人，
耶稣的时代入比安尼讲，耶稣跟因讲什么呢？不是，凡事要款待人，亲像家己。什么是敌人呢？敌人就是我怀唔爱的物件，我何意？我唔爱人骂，所以我骂伊。我唔爱人对我无好，所以我对伊无好。我所唔爱的在世是歹的，所以在笼中和敌人。啊，那是厝边呢？厝边是家己人，所以我所爱的我何意？哦，平安啊，我唔望伊平安。祝福我甲伊祝福，因为伊是我家己的人。耶稣讲什么呢？你要款待人哦，唔通得劣币啊！劣币将世界的人分做两卦啦，头一卦是厝边，第二卦是敌人。耶稣讲，你知你要怎样对待你的敌人无？你就对待伊，亲像你家己。这句话有熟无？有啊，就是当耶稣和人问的时阵。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啊？伊讲头一项啊，你着听上帝啊，全人听主啊，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条改变是头一条，啊，佮有第二条，甲伊三项，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伫遮耶稣讲什么呢？讲到敌人咯，伊讲你要怎啊款待你的敌人啊？你就听伊亲像家己，厝边啊听伊亲像家己，敌人啊听伊亲像家己。主啊，你敌人甲厝边你煞分袂清啊，朋友甲对敌煞分袂清啊。耶稣分啊真清楚，伊讲你就听你的敌人，伊将敌人叫做敌人。耶稣啊讲你就听你的厝边，伊将厝边当作厝边无改名。总是头前迄二三声，就听，就听敌人，就听厝边。耶稣主要是讲什么呢？你将你的厝边当作你家己，你爱你家己怎样，你就五万亿啊怎样？你爱家己健康无唔好个，啊，你啊五万亿健康无唔好，是不？啊，敌人呢？耶稣讲也是安尼啦，你将伊当作是你家己，你有爱唔好不？唔爱啊，唔通五万里的敌人唔好个，是迄个意思啦。哇，这个讲哦，劣币将人分做两卦，敌人、朋友、敌人、家己人、家己人。啊，一卦咱对伊歹，一卦咱对伊好。耶稣讲无啊，厝边你听伊亲像你家己，敌人你听伊亲像你家己。哇，这个哦。厝边甲敌人煞分无分别啊！咱对待伊着相同啊！是的，这就是主所加是伟大的听博爱，是安尼。所以甲咱讲什么呢？着听敌人，听仇敌，亲像听家己。耶稣加是加是加是，到一日伊的时阵来了。伊定伫十字架顶面，伊就祈祷，讲爸啊，赦免因，唔是讲到雅各、约翰，唔是讲到伊怀门徒啊，是讲到什么啊？怀甲伊顶十字架，怀是敌人啊！耶稣讲赦免因，赦免我在敌人啊，因为因所做诶，因未晓得啊。因唔知到底是咧创啥，因想说，因是咧对付一个假的弥赛亚，因想说，因是咧对付一个假的先知、假的立碑，讲伊家己是神。哎呀，因未晓得，因唔知，所以爸啊，你赦免因吧。你知耶稣这个基督是什么吗？耶稣真侪摆伫咧祈祷，上帝常常听伊祈祷，总是即个祈祷啊，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诶，因未晓得。即个祈祷是天父上帝无法能回答诶祈祷。
unanswered prayer. 这个是耶稣的心意，总是耶稣无能推人悔改，叫因得到赦罪。你无能推你的子悔改，叫伊的罪得赦免。咱无能推咱的亲人朋友悔改，叫因得到赦罪。咱无可能讲爸啊，赦免我这个朋友，啊，上帝转作赦免伊，以免悔改，无凶的代志。耶稣表示伊的心是咩呢？听受得亲像家己。耶稣的基督，上帝常常听，总是这个基督无可能听，要听后宰人家己也要悔改，因在得到真正的赦罪。那是要听求得这样家己，应该就怎么做呢？就是读者耶稣所讲的，为着因带多，你就推伊基督，以善待因。为这个求得基督，要怎么基督？不是基督讲主啊，你给伊跋倒，哎呀，主啊，你给伊翻车哦，去给警察抓去哦，不是啊。耶稣讲，咱为伊带多。因为咱唔爱学警察抓，伊嘛唔爱学警察抓；咱唔爱跋倒，伊嘛唔爱跋倒。耶稣讲：你推伊几多，你推伊几多。这个是听心的胜利，因为这款的听心呢，会减少敌人的人数。那是一个城里有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每个人有一个敌人。所以在这个社里里面有一百个敌人，总是若是说有十个信耶稣，有十个看见路加福音第六章就遵行，就减了十个敌人。因为在这十个人的心里面没有敌人，他将朋友将敌人都当作家己，为因基督的时阵是为着因的好处祈祷，为着因生活的艰苦，为着因心灵的失丧来代求，是这款以善待因。当咱对一个人好的时阵，一摆、两摆、十摆、真侪摆，伊落尾会欣赏。伊本来对你是真凶的。落尾你觉得，愈来愈无遐凶了，最后减少一个敌人。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呢，是有可能带来人间的和平、人间的太平的一个公式啊。是的，主公要听你的敌人怎样家己，为伊带刀，以善待伊，但愿咱。安尼个做，也有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圣经讲，如果单单爱去怀听人的人，迄个有啥物好处啊？罪人嘛是听怀听因的人，所以咱甲罪人相像啊。过落去，如果只善待去怀善待恁的人，迄个有啥物好处啊？罪人也会安尼行啊，咱甲罪人无分别啊。过落去。如果祝福人，搁指望恩人收回，迄个有啥物好处啊？罪人嘛，祝福罪人要如数收回啊！啊，所以咱刷开伊三双，耶稣讲，恁着听求得，先待因，祝出去，唔通指望偿还，怎样？恁的想数就大了，恁甲因无相咯，恁必做。至关者的子女，因为上帝家己也是宽待蒙恩的，甲歹人，恁着认主，亲像恁的爸认主一样。耶稣讲什么呢？听所听的人，大家拢会，歹人嘛会，罪人嘛会，咱也只那安尼，甲伊有啥物分别呢？主公总是你若听你的求敌，是因无可能做；你若善待你的敌人，是因无可能做。恁的想数就真大了。什么是想数啊？想数就是讲主真欢喜呢。主若想你，就是讲你做的这项真好。
主若刑罚我，就是讲，你做的这项我唔爱。所以看见刑罚，看见奖赏，我就知主的心意是啥物。审判甲奖赏是表现主的心意。刑罚就是讲这项主唔爱，奖赏就是讲这项主爱。所以这刑罚甲奖赏有启示的作用啊。Punishment from the Lord means that act is not pleasing to God. Reward from the Lord means that action is pleasing to God. So punishment and reward from the Lord have revelatory value. 会让咱知影主的价值、主的价值、主的心意、主的旨意真宝贵。这讲到什么呢？要怎样款待人？你讲款待人，唔是按照伊嘅行为，伊对咱好，咱就对伊好；伊对咱歹，咱就对伊歹。所以咱嘅反应是反应伊嘅行为，伊嘅行为其实伫咧控制咱嘅反应。是嘅，就是安尼。顶摆捌到一个人，有一个人别人注意到，伊嘅习惯是啥物呢？当你侮辱伊的时阵哦，伊会赶紧搁再侮辱你；当你批评伊的时阵哦，伊就随时搁再批评你。哇，这句话讲哦，这个人的反应咱有哪能控制啊？咱爱伊讲什么款的话哦，咱就听讲迄款的话，咱听侮辱伊，伊随侮辱咱；咱批评伊，伊随批评咱。这是真可怜呐！你所无独立的判断、独立的立场吗？难道你每一摆的反应是根据别人的行为吗？耶稣讲，咱唔是安尼。咱祝福伊，唔是讲因为伊有能行咱，只是讲到伊的能力有能行。咱对伊好，唔是因为伊对咱好，伊是讲到行为。耶稣讲，你要款待伊，唔通按照伊的行为，啊，茫按照伊的能力。有能行，我再祝福你；无能行，我唔好你。耶稣讲唔是根据迄个，国家唔是根据伊嘅身份，什么身份？敌人嘅身份。耶稣讲宰拢免讲，咱要干哪钱呢？咱要亲像咱伫天顶嘅爸爸，伊怎啊？伊宽待好人，伊也宽待歹人。日光赏赐予好人，日光赏赐予歹人，雨水赏赐予。好农夫的田的田地，也想说那个得罪上帝的农夫的田地，上帝是那么好。你在这个第36节里说，人就人主，这个人主这里其实是人民、mercy 人民。你在我们想想比较少说人民这里，我们如果说到上帝所做，我们较想用到这里另外一日，刚才因为咱的诗歌真多，讲到迄个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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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咱真爱讲到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咱较少讲到上帝的怜悯，唔是讲咱无信，是讲咱的注意力定定放伫上帝的恩典顶面。什么是恩典呢？咱讲十二个是恩典。我应该就死，主耶稣无予我去死。我应该是着受刑罚，总是主耶稣将救恩白白的赏赐予我，是不？是的。咱讲到恩典的时阵，是讲不该得，白白得，唔应该得着，搁得着，就像圣诞礼物。咱唔应该得到，咱都无去出力去做工去赚迄条钱来买啊，是别人去出力赚钱买来好咱，是无？咱讲到恩典，总是这段经文是讲到什么呢？伊是讲到怜悯，什么是怜悯呢？应该得呢，公正的，无加乎你的，是你应该得到的。请问，咱若讲恩典呐，是不该得白白得，有无？够有无？假使讲我坐伫遮无代志，忽然间一个比我较大、个较大汉的人过来，全将我对椅咧扯落去，伊全去坐我迄块椅，我跋落去涂骹，哇，这个手骨啊弄着，脚骨啊弄着，
这个叫做什么啊？不该得，白得，是不？你讲唔是哦，这是歹代志，那有啥物恩典啊？是诶。所以咱要讲到恩典的时阵，就要加上一句啦，叫做什么啊？不该得，白得的好处啊！我去和人请落来，迄、那个真实是不该得的，真实是白得的。我免出力，伊敢出力摔落去啊！总是迄个是歹米讲，那歹米咱袂讲恩典呢。所以曾主讲，我的恩典到个利用的时阵，就是亲像是心顶的刺，其实是恩典，迄、那个是好的哦。啊，那是怜悯呢？怜悯是啥物啊？怜悯是讲我应该要去做噶，我应该要落地业啊，迄、那个是歹的了。怜悯是讲到我是应该受刑罚，我是应该公正的受刑罚，无过分，是教条归来的。总是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讲上帝讲在笼中我切起来，我知影你应该得。我知影这是公正的，总是我搁在这个是歹报啊，因为你做歹啊，总是我该切起来，迄、那个叫做怜悯。耶稣讲对待敌人就是安尼啦，先要悲上帝怜悯因，伊应该是着救助的，总是我搁唔救助，我该祝福。伊应该是着干哪只啊？咱就该领略的，因为伊领略咱讲，不，咱可以带到耶稣是安尼讲，因为个哪子？因为恁那安尼做，恁就做至关者会惊。你在圣经讲到咱做上帝会惊，这个所在是讲到什么呢？你在我以前有一个阿姑，然后现在已经都去到天内了。伊落尾年纪较大的时阵，我发现讲哦。伊甲袂个眼光会变愈来愈怂啊，真怂面，难像是眼光咯。哎，眼光老的时阵是安尼睇，阿姑老的时阵是安尼睇，可能眼光少年的时是咪睇，阿姑少年的是咪睇，因为干哪子，老爸甲囝面真怂啊，是安尼。只讲到最上帝的囝是讲什么呢？咱的品格。甲上帝相像，唔是讲到咱的本性甲上帝相。本性是咩呢？我是人，我是人类，伊是神，伊是神性，这个永远无相。总是品格是讲什么呢？上帝怜悯忘恩负义的人，上帝怜悯歹人，啊，你也着安尼，怜悯忘恩负义的人，怜悯歹人，怜悯。敌人，那安尼你就做恁伫天顶的爸，迄个至高者会惊了啦。因为你的品性哦，甲伊相像，你的 moral nature 啊，甲伊相像，唔是讲到 human and divine nature 啊，唔是迄个 essential nature， 是迄个 moral nature， 甲上帝接近，就是安尼。求主帮助咱。这段经文最终是跟咱讲，咱就亲像被上帝怜悯人，上帝怎样怜悯人，咱也怎样怜悯人。最近甲一个朋友三甲咧讨论这个信仰自由，咱知影讲伫这个古代一寡所在呢是无信仰自由，你徛什么所在，你就拜因的神，啊，规个城若拜迄个神，迄个神就祝福这个城。啊，这个神呐，拄着灾厄，就是讲，阮的神咧无欢喜。啊，看因看有啥物人得罪这个神无？哦，是恁哦，下摆袂做安尼，这摆灾厄是恁呢，所以恁来悲伤。哦，啊，所以呢，啊，就予人一款的压力，讲你伫倒落，你就着信仰迄、那个信仰。啊，总是伫咱这个新现代啊，有这个叫做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是对倒落来呢？你在这个确实是对基督教的国家出现，基督教不是说中世纪的哦，那个旧的基督教世界，是说今天20世纪21世纪较多基督教的国家是让人有信仰的自由。为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了，上帝怜悯人。你说现在对宗教自由的法律说到上帝怜悯人的圣经节，
是的，圣经跟我们说，上帝给人有自由，他给人有信仰的自由，会做信义，还做不信义。最后，都一个是对啊，信义啊，不信义啊。你说真清楚，圣经说最后我们是要信义，因为他是独一真神啊。对。啊，这个错误的信仰，为什么上帝给他继续延期啊？是的，因为上帝推迟审判。God postpones judgment upon unbelief. 所以在这个 postponement 的期间，这个推迟的时间，让人有信仰的自由，总是并不代表隆重的信仰是正确的。有一些信仰是合圣经的，一些信仰是反对圣经的，跟圣经冲突的。上帝是非拢分真清楚，只是审判伊暂时无要执行，予人有机会继续思想、继续了解、早日悔改、早日得救，这是伊的心意。所以这叫做信仰自由，唔是讲隆重信仰隆着，有着的有唔着的原在有，只是上帝也未要审判。所以这个荷兰今仔日基督徒，我伫今仔日二十一世纪，咱讲咱予大家人信仰自由，因为干哪子？因为上帝安尼做，总是并无代表所有的信仰是对的。因为干哪子？因为上帝安尼讲，这就真清楚了。求主帮助咱，今仔日咱也是安尼，咱予人有信仰自由，总是咱愿在无停的传福音。咱予人有信仰的自由，因为上帝予安尼。总是咱愿在无停，会将圣经的真理讲解，因为有一寡人听见的时，伊要接受，伊是咧听候，伊是咧听候听见真道，啊，求主帮助你甲我，亲像被怜悯人一样。来，现在咱来三个音，咱的回应是。咱现在要三甲祈祷，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咱三甲起立，咱来三甲祈祷。阮感谢听阮的主，你予阮有自由，求主帮助予阮善用阮的自由。你假使阮就亲像被怜悯人，求主帮助阮亲像被怜悯人。你家是阮就听敌人亲像家己，求主帮助阮听敌人亲像家己。祝福阮的恩典每日是够额，各有春，阮感谢。现在兄弟姊妹三甲祈祷，用主所驾驶的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亲像行在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官兵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三一上咱大家三甲来，三甲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爱，但愿被上帝的怜悯，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指示，常与咱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日开始，直到永永远远。安尼的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Amen.